台湾政治界以珍惜传统古迹心情，先以东区专案里这片城墙的管理为何宽阔不明为例，以及南山公墓的开发，卡在文化资产审议，不止古迹无修好好势，嘛长期影响都市发展。除了好奇玩心声，嘛强烈要求市府爱加速整体规划，不要让这个城门哈，这样几百年下来的一个城墙，那就荒废在那边，那感觉真的很像是一块空地哈。其实如果不是黄线去拉起来，前阵子还有人在那个城门那边堆放垃圾，其实真的很心酸哈。所以本席还是希望我们市政府还有文化局要尽快协助来维护这些古迹哈。因为文字调查的部分，那讲这点你们欢迎来可以派人先处理嘛。啊，所以部分咱嘛唔爱讲去开发地去，伊有法伫咧文字调查，咱嘛无爱安尼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爱有人共识啊。参照南山公墓开发，敢若遥遥无期的困境，一万强调也够小巨蛋开发，对爸爸詹顺良林来已经争取到达超过20栋，希望市长现在所规划运动热门休闲园区，唔通个变成千年皮蛋。赖总统哈，时任我们台南市长，2010年的时候有一个小巨蛋，后来变皮蛋哈，也搁置到现在，那里现在还是一块空地哈。到了我们2018年，我们的赖总统那时候是时任行政院长的时候呢，说过国立科学教育体验未来馆要在那边，那时候选举的时候也有提过这个传言呐，哈。那再来，现在我们的很多第一名的我们的这个市长呢，有提到说，要让他成为运动的艺文休闲园区，哈。市长，你有没有什么要来补充说明的？跟您报告，现在这个您刚提到运动艺文园区、休闲园区已经是在招商中，在 BOT， 而且已经有这个潜在厂商，所以我相信这个孵出来的机会是很大的。台南市文化古都嘛，因为古迹升格，所以愿意珍惜传统，到展望未来，希望文化资产唔通成为都市发展的阻碍，而是持续发展观光的助力。台南新闻，郭文吉、张淑薇采访过的。